看这个，你的好朋友在哪？好朋友嘞？超可爱。比手画脚。你觉得看奶奶？对。奶奶比玩具还要吸引你。拥抱抱。觉得很好笑。我妈不会说拥抱，跟我妈不会说那个几层字一样。好像勇宝宝，所以我们就说，那你如果勇呢？他说，哎，勇好像也是叫勇，那你就是什么？徐家勇，对不对？老二也是徐家勇，徐家勇。然后阿妈那里是老二是徐家颖，老三也是徐家颖，全都是徐家颖，都是颖啊，全部都徐家颖啊。如果你们取的名字的都是徐家颖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好念，笑死我了。不是很好玩啊，笑死人了，对吗？你怎么不讲话啦？讲话，讲话啦，害羞哦。我好像有录到，我传给你。有录到。对。给你看你自己。你刚讲半天呢，怎么不讲了？讲完了。对方有回答吗？有吗？对方有没有回答你？你跟他讲话有吗？这一题有点难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对方是什么？回答是什么？那你跟他说什么？你总会，你再说一遍，好不好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只能微笑。再说一次，你刚刚跟他说什么、啊？还是你乱说的？我要帮他重新。奶奶站在那边，他就是目光都到奶奶身上去。在看奶奶，奶奶那么迷人哦，哦，变成你是奶奶的小情人，还是奶奶是你的老情人？啊？现在变成爷是边缘人，没有吃完吗？没有啊，你也没讲话啊，叫你讲话你不讲，喂。压力有点大，你别靠讲啊，做侪人看你都得要讲啊，是不是？看，从小双语教学，啊，你啊然后妈妈要教你上海话。啊、我现在叫你讲，你唔讲，你若讲要甲你翕相，你都唔讲。那爷爷开心的不要不起来，天天看侬就好了，对吧？天天看好子侬就好了，对吧？他以后一定要听得懂上海话。我仔仔，我们在那偷偷讲上海话，他都听得懂。啊、哦，哎呦！对，要跟你外婆，啊、哦哎，你外婆跟你讲话，你要听得懂，对不对？你要会回答。啊、哦！徐家勇，徐家勇，勇伯伯，勇伯伯，以后长大应该不会再叫你勇伯伯了，现在是小孩。你看，光是看他做这个，就可以知道他那个长得。对对真的长高了，勇宝宝，嗯，以后就不会叫勇宝宝了，都快要超出这个，这就是比例尺，你做啥呀？以后就不会叫你勇宝宝了，是不是？宝宝哪有一天到晚都变宝宝的？是不是？小时候才是宝宝，哦，不行。